0800-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安心至餐厅用餐。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卫生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厨师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，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若有感冒、咳嗽、不舒服症状，就要紧速就医，多休息，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傣族姑娘和野牛。伊兰兰是西双版纳的一位傣族小姑娘，她最喜欢在春天的时候溜到山谷里去玩了，那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，非常的漂亮。爸爸，我想去山上玩，可以吗？嗯，好的，不过你可别跑太远，一定要小心点啊。我知道了。哇，漂亮的花朵开满了整个山谷，我要采一些回去送给我的爸爸。就在伊兰兰高兴地在那里采野花时，突然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了一阵哞哞的叫声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小牛的叫声哦。这里怎么会有小牛呢？伊兰兰向声音发源处走去。哎呀，还真有一头小牛在这里呢。这头小牛全身长着金黄色的绒毛，眉心有块洁白的花斑，四只脚也是洁白的，像穿着白袜子。不知为什么，它的两条前腿流着血。啊，小牛，你怎么受伤了呢？可怜的小牛，你一定是不小心从高高的石坎上滑下来摔伤的。伊兰兰拔来一些绿草，捧来喂食了小牛。小牛，你现在受伤了，我回家让我爸爸帮你治伤好不好啊？你答应了，那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马上就回家了，我爸爸一定会将你的伤治好的。伊兰兰专门为这头小牛铺了一个温暖的草窝。好了，药已经敷好了，小牛，你的伤好得非常快，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康复了。小牛，我还给你割来了一些特别鲜嫩的青草，你快尝尝看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吃的。小牛，你爱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去割来吃。两年过去了，小牛长成了又高又大的大黄牛，伊兰兰依旧每天带着它上山去玩，这头牛已然成了伊兰兰最好的朋友。伊兰兰，你又带着你的牛朋友来这里散步啊？是啊，
他特别喜欢来这里玩，所以我就天天带他来。依兰兰，你对这头牛可真好啊。当然啦，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呦，痛死我了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，好疼啊，疼死我了，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依兰兰，你怎么会突然肚子痛起来呢？不行，这孩子好像是得了什么疾病，我得赶快将他送到镇上医院去看诊才行。然而依兰兰的父亲走出屋子后一下子愣住了，家里的那头大黄牛竟然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塞进车辕里。你这头黄牛捣什么乱啊，你拉车怎么能有马拉车跑得快啊？你快给我闪开，快出来。你快给我出来，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。爸爸，别打他，黄牛这是要拉车送我去医院啊。不行，牛跑得太慢了，快离开。就让黄牛拉车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父亲没有办法，只好给黄牛套上拉锁。妈妈抱着依兰兰坐上车，没用吆喝，黄牛就自动扬开四蹄，在大路上飞奔起来。黄牛跑得又快又稳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医院。车子一停，黄牛累得大口喘粗气，一下子趴在了地上。依兰兰患的是急性阑尾炎，多亏黄牛跑得快，要是迟来半个小时的话，阑尾就会穿孔，到那时依兰兰就有生命危险了。爸爸妈妈，大黄牛呢？大黄牛已经回家了。依兰兰，你刚做了手术，需要休息，等你出院了就能见到大黄牛了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大黄牛，要不是他跑得这么快，你可就危险了。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的话，你的阑尾就会穿孔。我就知道大黄牛是最棒的。几天后依兰兰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大黄牛扇着耳朵在医院门口等依兰兰回家。大黄牛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然后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回了家。依兰兰从医院回到家后，依然每天都带着大黄牛去山坡散步。这一天，依兰兰又像往常一样带着大黄牛来到了山坡，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一只狼正悄悄地朝她逼近。依兰兰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带大黄牛去山坡上走一走。依兰兰，难道你没听说吗？最近山上下来了一只狼，你怎么还敢到山坡上去啊？是吗？我天天都带大黄牛去那里玩，可从来没遇到过什么狼啊。依兰兰，你可别大意啊，听说那只狼已经咬死了好几只羊了。嗯，谢谢您们，我会小心的。黄牛，你自己在这里先吃着，我去给你割一些嫩草带回家吃，你可别乱跑啊。嗯，这些草足够大黄牛美美的吃上一顿了。啊，狼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救命！
然而这只狼却飞快地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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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我！这时候，寨子里的人纷纷赶来，那只狼已经跑得远远了，但黄牛却机警小心地注视远方逃跑的狼，生怕伊兰兰被再一次受到惊吓。伊兰兰，你有受伤吗？你没事吧？爸爸，我没事，是大黄牛救了我。大黄牛，真的很感谢您。救了我的女儿，谢谢你，大黄牛，谢谢你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智慧之光，大气佛法桥梁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。